你说我今天这眼皮咋老跳呢？左边右边？哎，往那再看看。嗯，行内呢，这叫黄牛，香港那边呢叫啥呢？叫马仔。知道，就是马仔。你啥都知道。那在国外那边叫骡子，你知道不？反正都动物。那来个鱿鱼。你到底要查啥？别掖着藏着了，没意思。嗯，嗑都唠到这儿了。 那我就说点有意思的。陈小姐，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？你知道吗？谁？知道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吗？ 你说啥？ 秋天怎么这么长呀？像过了一辈子似的。